所以到最后监管者是，黄银之主密集，过61分，不是61分，61场。数据也是这样，10场输2场，还行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好的，所以进入到第五个赛季了，现在变回底阶。好的，所以今天来到了新的一个赛季嘛，新的一个赛季，第五赛季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分数。黄衣之主，我昨天是3700、3800嘛，今天变到了1737、1737，掉了大概超过50%，还行。然后我的排名是6.6，我们来看看第一百名，第一百名是1782，1782还行，好。所以现在第五赛季，我们就来把我们的骰子用完。好，所以现在第五赛季，我们就来把我们的骰子用完吧。我们出了90颗骰子，过后这一次的骰子到1528的话，就会拿到发明家。第一是老头，第二是魔术师，第三是祭司，第四才是冒险家。好的，所以现在开始用。好的，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用骰子吧。好的，所以现在272还行，272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开这个精华吧。好的，这个看看，哎呦，有杰克的精皮，有杰克的精皮，杰克的精皮。不过杰克有一个精皮我已经有了，我们看看吧。这个赛季四，这三阶的珍宝，看看，这个我蛮想拿到的是黄衣的，我蛮想拿到黄衣的这个随身物品，紫色的随身物品，因为我毕竟是玩黄衣的嘛，我蛮想拿到的这个，好吧，我们来开一个，现在开10个，开一个，还行。好吧，开10个吧。紫光、金光，哎，还行。好的，这个4阶的开一个，开6次先。好的，没有什么运气啊，开10个。
我金光金光，哎呦 ，nice， 哦，不过这个是，这是调香的吧？调香我没用到啊，调香我没用到啊，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，再开一个，金光金光金光，哦，金光，哇，两次金光，有点欧啊，这个是。速闪，两个金光都没有抽到我的黄衣啊，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，啊，有点可惜啊。这个好的，这个就可以得到什么呢？这个杰克上次我已经抽到了，超幸运的，我已经抽到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开一个先吧。还行，还行，十个金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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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，还行。好的，这个这个就获得影魂人，影魂人就是新角色勘探员的皮肤。好的，我们来看我们有没有那个欧气吧。开启一个，还行。还行。好的，我们第三个金好不好？开启四个。蓝色还行，好的，所以今天就到这边了，一次够开50克，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拿到我们调速闪速闪速闪之魂的配件。好，我们成功拿到速闪之魂的新配件。好，所以我会再努力的玩黄衣吧，毕竟黄衣适合我啊，适合我这个爆拼的玩呢、啊，每次都爆拼。好的，我会再努力吧，这里3800分跌到1700分啊。新赛季，好的，所以就这样子吧。